好来，乡亲啊，过较无一个月，就是端午节了。中华鹿港庆端午的活动开始了，由龙王节拍头阵，为第一代龙船到第三代龙船的龙头，嘛伫龙王节来献光。中华鹿港一年一摆庆端午，由龙王节开始，来自社区甲学校有十二单位先表演。鹿港庆端午今年是第四十二年，每一年拢由龙王节开始。馆长王惠美伫龙山市恭请龙王起驾。龙王节后景，各真侪表演团体和鹿港真闹热。虽然五二节有真侪所在拢会举行白龙船比赛，不过鹿港龙王节确实独一无二。把我们的创意传统的东西加上现在的东西，融合进来，让我们的这个游客、我们的乡亲有不一样的味道。端阳庆典为即马会到六月初九，六月初五到初七五日之时，伫福禄溪阁有白龙船的比赛，总共118队要车拼，时到将会闹热滚滚。